豆大，这是我的简历，我知道你需要我。我岛现在人满为患。经过我的初步判断，你不符合我岛的招人标准。我可是高贵的六星限定角色啊。以我刀客塔的聪明才智，找个不带限定的攻略视频简简单单。可是我是肉哥的神呀。不打肉哥留着没用。我可是黑长直最后的德克萨斯，人见人爱呀。我更喜欢白毛红瞳，譬如某只虎鲸。德克塔，怎么会这样？穿上黑色丝袜，然后去外面跑到刘汉再来找博士，很灵的。这样真的有用吗？也不知道拉普兰德的话靠不靠谱。运动完后的德克萨斯再次来到了博士面前。我不是说过不行？等等，很好，很有味儿。你合格了。私はここにアークナイツ。